好，注意听哦。奶奶在炒红萝卜丝，哎，你看我们还要再加油。红萝卜下去了以后，它会把油吸起来。你们两个一直在开玩笑呢。很小心这个水。不会，还是我要先请到旁边，过来一点。好，来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可以，现在可以。打开你的鼻孔，用吸的，不要摸，有没有吸到味道？吸到什么味道？吸到我的味道。哎，不要开过来。叫做葱花，但是你们刚刚闻到那个辣辣的味道，洁玉请回去做，没有要再哭了。用你的鼻子吸，你就可以闻到香香的味道。等一下，奶奶要先把这一些配料炒好，然后我们才要开始自己来捏你今天要吃的面团。然后你的面团要怎么捏？等一下奶奶会跟你说，因为我捏太大块，就跟我们上次的饼干一样，搞不熟，煮不熟。好，现在放蒜头下去咯，你闻闻看味道会不会不一样？用你的鼻子吸就。因为它不一样了。然后你那个辣辣的味道真的出来了，我应该可以吃。来，这个先帮我放后面啊。好，哎，小孩，你们有闻到蒜头的味道吗？翁承轩超认真在闻的，我的味道很浓郁，好浓，对不对？有闻到很浓的味道。好，我现在不要全部出来，我们分。旁边这里，李安过来这里，有没有闻到蒜头、葱还有红萝卜的味道？在进程还没有闻到你的，怎么喷出来了？别喷水就留下来。好，喜欢这个味道吗？哎，你们有发现白白的烟，对不对？你们有发现了吗？不是，来，请回去。来，我们换下一桌。来，请回去。来，这两锅子出来，没有了，来，快点，过来吸一下，对，赶快靠近，吸一下味道，有闻到味道吗？有闻到味道吗？香吗？很香，弟弟有闻到味道吗？有吗？有。